更现实。你好。嗯。又见面了。嗯。只会嗯，不会啊呀。啊。好了。哎，我想问你件事儿，你跟那个女的怎么就没成呢？我妈没跟你说吗？你妈说你俩是性格不合，我不相信啊，我想听你亲口说。行，我在说之前，我问你几个问题。问呗。你怀过孩子吗？啊？你怀过别人的孩子吗？打掉的也算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打你动手了？你干什么？你别动了，别着急。你神经病！不是，你能不能怀孩子？你要是怀不上孩子，咱俩就是结婚也得离婚。我跟你说啊，俺老婆就是因为怀不上孩子才离的婚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们俩呢关系非常好，我心里一直很喜欢她。当然了，你可能不认识她，你要认识她，你也会喜欢她。俺俩是大学同学，在大学那会儿，她是我的梦中情人。俺俩费了半天劲，终于走一块儿，结果她生不了孩子，离婚了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俩结过婚啊？啊！哎呦，真行！你妈都没告诉我。没告诉你啊？对呀、啊，这么大个事儿居然瞒着我。哎，那我要跟你结婚的话，就是，哎妈，三婚啊！你咬死个谁呀？至于这么大反应吗？就是三婚啊，怎么了？啊，对了，你还没回答我呢，你能不能生孩子？嘿，你还挑我？那是必须的。不是你心里有别人啊？你说你有什么权利来挑我？那你也可以挑我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生育能力我肯定是有的。跟别人生吧？你干什么？又打人呢？你侮辱人，我打的就是你。你要再动手动脚，我不客气了啊！怎么着？你还打我了？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说有生育能力就是有生育能力，啊，不是，怎么个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说你心里还爱着那个女人，就想找个女人替你生孩子，对不对？我没那么说。可你就是这个意思呀，是不是心里还有她？你要说没有吧，那也是假的。行，那我也不要求你从心里把她给除去，但是呢。丑话说在前边啊，如果咱俩要结婚的话，嗯，你名下的房子、车子、股票、基金、现金都得划到我名下 ，OK， 立马结婚生孩子。不过生男生女我可说了不算啊，种什么籽儿发什么芽，这你懂的哦。哎呀，最好别生个女孩儿，生个女孩儿呢，长得像爹像你这样小眼睛大兔牙，砸在手里了。你有病啊？你有药啊？其实啊。我现在也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什么爱情，碰到你这号人呢，我就更不相信了。你说你老婆啊，人家跟你情投意合吧，就因为人家不能生孩子，你就把人给踹了，还离婚，哼！所以啊，除了明码标价，什么都不信。行了，你别标了。你才标呢！标价。急了，又说一块儿去。是啊，刚捏我还以为黄了呢。你啊，也得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美好爱情的啊！当然了，你别受我的影响，我是迫不得已。有什么迫不得已呀？其实呢，我们俩原来挺幸福的，她也怀过孕。哎呀，就是我那个不着四六那个妹妹，让她摔了一跤，孩子掉了，所以离了。哟，哼。哎，我说你们家可真够极品的哈，尤其你妈和你妹。哎，明明孩子没了是他们的责任，还推到你老婆身上，还怪人家，还跟人家离婚。我是不想离，主要是我妈。你妈要跟他离啊？哪跟哪儿啊？我妈是急着要抱孙子，整天着急的不得了。哎呀，我老婆担心自己生不了，怕我们家断后。所以才跟我离婚。那你老婆人家是通情达理，是。但你还是听了你妈的，跟人离了，是不是？我后悔死了。哎呀，你妈呀，看起来是个面善，但实际上可是个难缠的主儿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要是你妈和你妹这么对我，
想离婚门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不把你们祖宗八代的东西赔给我，我都不跟他算完。看见俩人聊得那么热，真聊到一块儿去了。妈终于看到这一天了。我怎么看着还跟吵架似的呀？别瞎说，我先看。你别说，你这个人说话还挺直啊。看来咱俩还有点小缘分。打住！我不希望跟你有任何缘分啊！我不可能嫁给你的。你也打住吧！我不可能娶你的。好家伙，还祖宗八代的东西都给你，你歇歇吧，你太累了。哎呀，你别说，跟你这个人聊天啊，我还挺放松。是吧？嗯，有点我老婆那么点意思，挺好。啊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待会儿走了以后啊，赶紧找你老婆去吧。你说你俩情投意合，对吧？既然心里互相都有着对方，咱们在这儿浪费什么时间啊？你说现在都什么社会了，你真想要一个孩子，领养一个得了。来不及了。怎么了？她要跟她前夫复婚。什么？哎，你刚才不是说你俩刚离，她心里还有你吗？是，我也百思不得其解。你看啊，她前夫出过轨，对她又不上心，你说她那么大岁数啊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非要干这种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的事儿？我明白了。明白什么呢？如果你老婆真像你说的这么对你有情有义，嗯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她为你好，想让你对她死心。为什么？我说你傻呀，是你了解女人还是我了解女人？肯定是。哎，这么说他这是为了我？当然了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是我，我有一个这么相爱的男人，我为了他，我可能也，我不会。这什么呀？他这不傻子吗？这个数知道吗？什么？二。对呀，那他呢？我告诉你他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超二，还有这个，什么？巨二，就是二啊。作为一个女人，我不可能为了别人的幸福，我牺牲我自己。二，你这个人是挺有意思的哈。看来我今天没白来。那个Amanda。啊 ，Amanda。啊，行，挺好。我如果心里要是没人的话，哈，我肯定跟你谈恋爱，我还把你给娶了。看来咱俩没这个缘分了。行了，我办事去了，再见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别再离了。为什么？再离可就是四婚了。发婚。走了，走了啊，再见。哎，你哥咋走了？咋回事啊？快快快快！他咋回事啊？这阿姨，不是我说你啊，您这就不对了。你儿子明明心里还有别人，您又把他介绍给我，您这不是害我吗？啊？那我哥去哪儿了？找他老婆去了呀。啊？哎，阿姨，我再多句嘴哈，您这么着啊可不对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对吧？以后啊您就少管点儿。您说像您这样的婆婆还有小姑子，那谁愿意嫁过来呀？那要真嫁过来，那可就是真是二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一会儿还有个相亲会，听说下一个是高富帅。拜拜，拜拜啊！二姑娘，二姑娘，哎，这个杨天真，你干嘛呀妈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他太气人了，他有完没完，他没完没了的，他，你别胡闹啊你。